我这摊黑上，摊黑这干啥呀？这那么着急干嘛？正好打个结，记着，我们到时候找不着呢。找得开。嗯。一个是一个。你穿完账账的，没穿不是？哎，我那这上完一起试，这个穿的不错了。行了，找到头了。这回找到头了，这下长抓了。好期待。这两根还不一根长，一根长呢。嗯，你早买。早买的就长，现在那个稍微短点。嗯。这会穿就别脱了，知道吗？我脑婆短的脱了。来试试吧，等着。你这是39的，你这个你那个照着说39号没有，完了大伙给38号，照着38号给你扒起来就行。刚放点，啊，冒蒙不知道像不像人。挺好啊，那这鞋不能穿这个裤子，得穿那个开腿裤子。啥都行，它又不掉中了。嗯，我就不穿鞋，咱媳妇你搁这边收拾收拾，我去做饭去。行。穿上吧，给摆上了。现在收得，收得咱们再做呗。味精、鸡精、胡椒粉、酱油，再抓拌一下，腌两分钟，抓完这样就行了。打两个鸡蛋，搁点土豆淀粉，抓拌一下。食用油，热锅凉油。肉片滑一下子，炒了蘸水就行了，炒出控油。开锅就熟。好的，出锅。蒜片、姜片、干辣椒，和好的梅花肉，老干妈、蚝油、酱油，葱段、鸡精。白糖、胡椒粉，最后淋点红油出锅。豆包蘸点白糖吗？没底。豆包。挺黏的哈。嗯。咱蘸上个糖吧。现在沾砂糖糖，等到岁数搁家沾点我也背不住。它就是盐。我当时喜欢做双鞋穿呀，省得人家来我趟走，行吧？行。穿着哈。人都是谁买的？你把它确实。咱先看你都吃了哈，再不吱声了。吃不吃了，倒不出来嘴说是吧？倒不出来。